Everything is ready for the later play. There should yeah, be no mistakes. It's right. When it's ready, wait for the boss to come and join us. Confirm the target is the 1st team. 1st 2nd 开始行动。Boss, we got situation. Boss, what? Fuck. Where did this come from? Let's go. Go. You go first. I will hold them. Brother. I will take care of your family. Thank you, my man. Careful. Take car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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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Take care.一组二次突击失败，发生爆炸。外围小组做好拦截准备，通知各队扩大围捕范围。就这儿。 报告首长，后面发现个隧道。There's the key. 没事吧？检查伤员。是。需要医疗救援，有人员受伤了。医疗救援。呼叫无人机指挥中心。 这里是指挥中心，已通知陆军特战单位前往协助抓捕目标，坐标位置已传输。
目标已锁定。必须抓活的，别动！谁让你开枪的？我是不是说过，我要活的？你等着受处分吧。看什么看呀？处分又不处分你们。突击队彭振峰前来报道。事态紧急，我来介绍一下。集团军特战旅彭振峰少校。武警安西总队杜鹏飞参谋长。首长好。介绍一下，武警特战杨征。安西公安厅杨少华局长。杨局长好。战区情报处白念同志。南念，介绍一下情况。好的，各位首长，我简单介绍一下。就在不久前，一伙境外的非法武装组织已经潜入到我国边境。这伙武装分子人员构成复杂，训练有素，其中还包含了一些外籍的退役军人。情报显示，其组织者哲巴尔就在其中。就在三周前，在军方的一次行动当中，哲巴尔萨登在我国境内的一名接头人被我方击毙，导致我们无法确定恐袭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经过武警和公安的先后侦查及情报工作，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哲巴尔萨登就藏匿在我国边境的塔克塔地区。塔克塔主街设有双边市场，边民来往频繁，人员构成复杂，我们的侦查员伪装摸排，但是始终无法确定对方藏匿窝点的具体位置，且对方的反侦察能力非常强，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们不得不将侦察员撤出塔克塔地区。邻国已通过外交途径请求我国政府对哲巴尔萨登实施抓捕，对其武装组织进行武力打击。这个叫哲巴尔萨登的，据可靠情报显示，这次越境是想在我国边境地区制造恐袭事件，
对我国土的安全已构成了威胁，战区首长指示由我来负责指挥这次军警联合行动，陆军特种部队负责这次远程观测，配合白念同志完成任务，确定目标嫌疑人的身份、数量、武器，上报指挥部，由我们来统一制定作战计划。是。观测设备开启，卫星信号接收正常。这个待会儿要向上级请示一下。嗯，这次真的下定决心了。哎，报告已经打上去了，这几天应该有结果了。还要吗？我装备正好，队里有新人，我走之前再帮你练练兵。 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是此次协助我们侦察任务的白念同志。白念同志，我是此次行动的副队长，我叫马林。士官长好。队长，来呀！ 白念同志，这是我们这次行动的队长。 彭展峰，你们之前见过的。你好，白念同志。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突击队的成员：袁胜，三一航，是我们的第一突击手和第二突击手。首长好，你好。这边。 我是狙击手江源，你跟在我身后，安全。我是林娜，观察手，跟在我身后就行了。你好。队里的成员都介绍完了，我再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彭占峰，是突击队的队长，欢迎你加入我们。希望这次任务咱们能合作愉快。 报告首长，侦察小组已经落地，目前正向塔克塔机动。提醒大家保持警惕，注意安全。是。
鹦鹉已就位，测距仪调试完毕，距离1500米。 我们到位了，目标就在解释洞口黄色洋楼里面。门口定哨的，大部分人都在。见到哲巴尔了吗？没有，这个人很狡猾，不会轻易露面。不过。 Bring him in. Quickly. Find it out. Password. What's the password?
现在什么情况？我们的情报人员可能出事了。不行，我们得下去侦查。不行，咱们现在不能贸然的下山。如果近距离接触，一定会引起目标注意。不要忘了，咱们这次的任务主要是负责远程观测。可如果我们的情报人员的真实身份一旦暴露， 还有那些监视的信息，敌人也一样会有所警觉的。鸟巢鸟巢，猎损报告。现场突发状况，我们的侦查员身份可能暴露。猎损申请下山，对现场情况进行确认。同意。 鸟巢收到，同意行动，注意安全。是。参谋长已经同意，你可以准备户外装备了。好。麻雀。鸟巢，鸟巢，给我定期目标。我是山鹰。我跟你们一块下去。我们现在需要。我用跟踪经验，我还能现场识别目标。鹦鹉，鹦鹉，你们跟我一起下山。好的，收到。我们的具体位置已经发送给你。这次任务是以情报部门为主导的合作关系，不是配合。 山鹰，多准备一套女士户外装备。队长，你们需要的物资已经到了。好。 别老绷着个脸，想让人一眼就看出你是当兵的。哎，下车。
还没有确定哲巴尔的位置，我们不能就这么回去。我们不能让卡巴白白牺牲。先上去再说吧。辛苦了。哎，小伙儿，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伙武装分子对我们的监视已经有所警觉，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能确定哲巴尔所处的具体位置。在这种情况下， 不能贸然展开行动。我同意。武警暂不行动。是。命令侦察小组隐蔽待命。是。杜参谋长。到。时间紧迫，做好突击方案。是。
我们现在的任务，第一时间赶到指定地点。明白。 歇一会儿吧，休息吧。硬盘修复的怎么样了？快好了。对不起啊。 我是说，上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由于情况紧急，我没别的选择，所以就下手了。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我应该谢谢你，是你救了我的命。上次我的情绪确实有一些激动。 因为我跟这一条线索，已经牺牲了好几名情报人员，这条线索我是负责人，我有责任，我不能让他们就这么白白死了。放心吧，他们不会白白死的。有情况。 站到位置，是是是。卡巴的硬盘修复完成了，现在可以对室内进行监视。进去了，有图像了。 识别成功，确认哲巴尔就在目标建筑。 前线报告，情报人员现场确认，确定目标是哲巴尔。反恐中队多久能够到达？报告，1小时40分钟后，反恐中队到达。命令武警，开始行动。是。 他们要开始行动了。时间来不及了。鸟巢，鸟巢，连锁报告，鸟巢要出动了，携带有大量武器和自制爆炸装置，我不申请出动。事实拦截。报告显示，与塔克塔相邻的有3个地级市和1个县级市。 但是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恐怖分子实施的恐怖袭击地点并不明确。如果在夜间，我们实施途中拦截的话，有可能出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由于我们拦截的范围过大，兵力和警力不够；第二，锁定地区多为山区，地形复杂。如果一旦让恐怖分子逃脱，他们实施恐怖袭击的随机性就会大大加强，而且我们想通过此次行动将其一网打尽的这种可能性，基本为零。 无人机准备需要多长时间？
预计23分钟后抵达。给我接彭占峰。彭占峰，考虑到放恐怖分子离开的危险性，我部将对目标实施空中打击。侦察小组要做好引导疏散百姓的准备。坐标和其他资料，我随后传输给你。 是，平面图已收到。原上三一行，指挥部准备对目标实施空中火力打击，你们两个盯紧目标，实施地面引导。林娜，你和我一起疏散火力打击范围内的百姓。 山鹰，引导完毕，可以投弹。鸟巢，鸟巢，我是山鹰。地面引导完成，可以投弹。 无人机90秒后到达预定空域。 怎么没信号了？信号被干扰了。我好像看到孩子了。等等，好像有孩子。什么？你能确定是孩子吗？不能完全确定。王权，你看到孩子吗？视线有遮挡，看不清楚。 你们三个，原地待命，麻雀，掩护。无人机进入射程，导弹激活，准备投弹。目标锁定，可以投弹。收到，收到，目标已经锁定，可以投弹。正风将喷灭。 10秒，5、4、3、2。停止投弹！停止投弹！确认里面有孩子！停止投弹！停止投弹！目标解除，发现孩子！停止投弹！发射解除，重复，发射解除。 先把孩子们救出来。首长，在武警中队到达前，只有侦察小队在塔克塔。以他们的人数和装备，基本不具备营救条件。我建议，将我们武警的机动力量都集中起来，以塔克塔为中心点，向外扩散，以空间换取时间，让恐怖分子多走一段。我们想办法在外围把他们拦截住。
然后再实施营救。所有人员注意，检查武器装备，做好战斗准备。收到。老妈，你下来和我们会合。我和你们一块下去。同意。王权，你以后他们下来，咱们在会合点见面。 报告参谋长，侦察小组申请执行地面突击任务。我是王哲。首长，我不申请实施地面作战行动，请首长批准。公安武警已经有了应急方案，可以暂时让敌人离开。我们会在途中实施营救和抓捕任务。首长，放他们出去风险太大了，让我们上吧。我们有信心完成任务。 以寡敌众，有把握吗？请首长放心，保持待命。是。首长，武警保证能完成任务。武警到达后，侦察小组可以配合行动。我们只需要侦察小组拖住武装分子，坚持到。 反恐中队抵达塔克塔，做两手准备，立即启动应急方案。是。首长，彭占芳，综合战场现在的实际情况，你们六人实施地面突击是唯一可行方案。我命令，立即行动。 是，保证完成任务。袁生、三一航，你们两个从后线绕过去，负责一楼。收到。老马，你守住正门路口。林娜、白念，你们两个跟着我，从正门摸上二楼。 袁生、三一航，等我们摸到人质房间门口的时候，等我信号，一起突入，都明白吗？明白，明白，明白。各位，保护好自己，保护好战友。对标，4:34，同步，30秒，整理装备。
I'm just a cook. I didn't do anything. Please don't hurt me. 他说他是他们的厨子. What were you arguing about upstairs just now? Jeva took my nephew and other children. I don't want my nephew to die. Please, please. We can help you serve your child. Are you willing to help us? I do. I do. 他会配合我们。 Some food to the children. Get up! 两个孩子，四个守卫，车里还有两个。 Let me say some food to the children. Let them in. Everyone, come to dinner. Come to dinner. Come, come. Romero.
我们两个在这看好孩子，我去追他。 是手机遥控引爆装置，已经启动，随时有可能遥控引爆。找把钳子来，给，抓起吧，谢。 Jabbar has a detonator. 注意注意，起爆器在哲巴手里。宇航，去外面警戒，这里交给我。好。敌人来了，你抓紧速度，我们掩护。 琳娜，琳娜，你到西南角窗户跟下来，我把炸弹丢给你。收到。快，接着。 没事吧？人都好着吗？ 报告，目标抓捕成功，侦察小队正带着孩子向城外撤离。快！快！月上三幺啊，你们两个在路口拖住敌人，其他人带着孩子向预定地点撤离。收到。 注意，城中有大量武装分子向你们靠近。Move！Move！Move！Find them！Go！Go！Hurry！Hurry！Everyone！
尽管向外撤！ 敌人绕上来了，我现在下山和你们会合。好，我接应他们。你先走，注意安全。我在外面等你们。收到，收到。
小心。Stay. OK, OK. 接我们。 村口指定位置，你在哪儿？我马上就到。老妈，你和白年带着孩子先走。白年同志，撤，快点，没时间了，快！ 敌人绕上去了，朝着士官长方向去了。我们马上到达救援点，让士官上小斜点。报告参谋长，侦察小队已经撤离城区，撤离路线沿途出现大量敌方增援武装。孩子现在在什么位置？白念马林已将孩子带到交火范围以外，马林正在折返至撤离点，接应小队撤离。 追上来了！告诉彭占峰不要硬顶，孩子暂时安全，他们立刻后撤拉开距离。是。我们的特战队在什么位置？报告，还有20分钟抵达。列损，列损，这里是鸟巢。西南方向有3辆武装车辆向你靠近，距离65米。我部将使用空中火力为你和小队撤离，开辟通道。请你拉开距离，撤至安全区域。 列损收到，连长，连长不行了。
班长，班长，队长，白念已经带着孩子抵达安全区域。我会在你们前方3点钟方向建议你们撤离，你们抓紧时间，敌人已经从侧翼爆照上来了。右翼发现敌人，向3点钟方向撤。杀伤范围评估完毕，火控系统开启，发射准备就绪。无人机投弹准备。向你的3点钟方向转移，这是命令。参谋长，对不起，请转告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女儿。我爱她，请向我投弹。小分队也撤不出来了。你想跟我一起参加行动，你都没机会了。哎，要说离开部队，
那肯定是不舍得，可是我的年龄已经到了脱军装的时候了。哎，再加上这闺女也大了，我也该回去尽尽当爹的责任了。天知头大。